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最近除了拍电视剧以外，我还有忙着一个新的工作。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？很快我就要拥有自己的蜡像啦！非常感谢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对我提出的邀请，今天我就要为自己的蜡像量身。在2017年，你们就能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见到我了。今天为我量身的艺术家们全部都从英国伦敦飞过来，我非常期待跟他们的合作。想了解有关于我蜡像的更多信息，请大家关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官方微博微信，我在上海等你。